叫的，当一只内八的熊猫向你走来。是个内八，对，走路好像都是。你说这句话，你在无中生有，暗度陈仓，无想象成扑街的。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。忙碌了两个小时，熊师傅开始制作。算了，忍不住先吃了。